你怎么才回来？查这种事儿挺费劲的。哎，查到什么没有？他现在在翠月楼傍上了头牌妓女小凤仙。现在呀，他每天晚上都在那儿过夜。翠月楼。 真的要去啊！大老爷们说出的话，就是泼出的水。我今天要不亲手宰了张雪干这个混账王八蛋，替张家清理门户，我就不是爹娘养的。你单枪匹马能行吗？行不行，我一定要去。万一你要是有个闪失呢？ 大不了不就一死吗？没什么。如果我真的出事了，你就替我收尸吧，埋在我爹的旁边就行了，啊？忘了。 新来的。
少爷，你来了，你有哪位姑娘啊？姑娘们，快点下来见客了，快点。少爷。哎，少爷你来了。啊。这是我的。二弟，你想算计我？可惜你还嫩点儿。我失手了，但是你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十五。你还想十五吗？只要我还活着，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。开枪吧！我要是眨一下眼睛，我就不姓张。何必呢？你我毕竟是一奶同胞的亲生骨肉。只要你能跟我一起为皇军效力，我保你飞黄腾达，高官厚禄。掘自己父亲的坟，杀死自己的兄弟姐妹，这就是你说的亲生骨肉。高官厚禄你可以要，我不能，因为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，绝不苟且偷生去做汉奸。你不怕死吗？来一大半个的哟，新交情交的高。谁干的？这到底是谁干的？怎么都不说话了？都哑巴了吗？报告司令官阁下，依我之见，此次凶杀肯定是共产党的抗日游击队所为。何以见得？皇军在鹰潭城重兵固守，戒备森严，
我看只有共产党的抗日游击队才敢如此的胆大妄为。我检查过死者的创口，他们均是被中国的武林高手用冷兵器所杀。这说明，我让你们监视的月相中有没有什么异常举动？你是怀疑他呀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。为什么？他瘸了吧唧的，已经落下残疾了，全身的武功都废掉了，别说让他杀人，就是杀只鸡都难呐。这难道就不会是他装出来的假象吗？这你放心，他的一举一动都被我的眼线盯得死死的，他一旦有个风吹草动，我立刻就知道。都看到了吧？自从我大日本皇军占领鹰潭这座城市以来，反日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，从没有停止过。你作为驻守鹰潭的最高负责人，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。还有你，叶子小姐，我们著名的间谍之花，你也令我极其失望。支那人在短短的几周之内就杀死我们几十个日本人，现在在军界和侨民当中一种恐慌的情绪在蔓延。如果让凶手继续逍遥法外，势必会影响我们三个月之内王华的神圣计划。所以我命令你们立即行动，迅速抓住并剿灭这股抗日的力量。叶子小姐，我希望你能够以大日本帝国的利益为重，迅速侦破这起连环血案。如果再让我看到这些纸片，我将你们军法从事。嗨，请最高司令长官放心，叶子一定全力以赴。相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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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受苦了。Thank you.
松奔六叶，你还我们母女的性命！你是大坏蛋，要你偿命！相中，我们准备和日本鬼子大干一场。对，消灭盘踞在这里的日本鬼子。我们一定要替陈曦和小护宝报仇。相中，松本柳叶现在把注意力全部放在你的身上，这一点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利。我们想让你先引蛇出洞，然后在龙虎山把他们一网打尽。琴没到手，咱们怎么跟上头交差呀？交差还交个鬼差呀？我要先把月相中那小子宰了，先给我们的父母交个差吧。那宝琴呢？咱们也不找了。我们的父母和先辈连命都搭上了，也没能搞到手，咱们恐怕也是竹篮打水。宋文君，好消息啊！月相中这小子终于有动静了。真的，这回你们看清楚了。没错，我跟你说，这些天他从来没这么早出过门，而且行迹鬼鬼祟祟的，十分可疑。这是天不亡我呀！有了宝琴，就算是打了败仗，我们一样也可以飞黄腾达。嗨！
余杨忠，怎么这么多年你都忍了，这会儿忍不住了？真是可惜啊。就算把琴给毁了，我也不会让你们的阴谋得逞。你敢！岳向忠，今天你不乖乖的把琴交出来，你死定了。好，既然你们要，拿去吧。三弟，我的好三弟，张雪干，你这个助纣为虐的汉奸走狗！我是狗，我是狗。咱俩毕竟是一奶同胞的亲兄弟啊，你放我一条生路吧！啊，一奶同胞，我二哥是不是你的一奶同胞？你怎么没有放他一条生路啊？又是谁在爹的茶里面放毒？是你！是你这头披着人皮的狼，杀父弑弟，罪不可赦。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可不管怎么说，一笔写不出两个章吧。呸！把你的臭嘴给我闭上！这个我们张家的败类，今天我就要替张家的列祖列宗，清理了你这个卖国求荣、大逆不道的贼子！你受死吧！哎！
宋本浩，放下屠刀，马上投降。中国的大地上绝对不允许你们这些侵略者为所欲为。现在把宝琴交出来，还来得及。休想！别逼我！Thank you.
只可惜龙头少了一块，连不上。红色的脉络代表着龙虎山上阳墓的路径，龙头则代表放宝琴的洞穴。如果说宝琴真的在崖墓里面的话，咱们挨个去找，肯定能找得着。我岳父说过，崖墓里面还有很多的暗洞，如果不照着地图找，跟大海捞针没有两样。反正宝琴还在咱们中国人的地盘上，等赶走日本鬼子以后，让有缘人再去找吧。我的好儿子，相中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难生虽然不能说话，但是他从小就有过目不忘的本领。我身上这条龙，小时候他曾经画过，为了这件事还被我骂过。今天我就把这国宝正式交给你，交给中国共产党。
因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。向忠，向忠，谢谢你，向保护国宝的勇士敬礼。苍天有眼啊，岳父、爹，你们都看到了吗？孩儿还是对得起你们的在天之灵了。晨曦，顾宝，你们都看见了吗？